廖永义客别无代无钱，哪会伫这种所在 ？Boss 实在是了如如神，个人对着事，第三找着地。代志都已经到这个地步啊，我要来扩劝阮梓潼，把囡仔留落来哦。囡仔，刚刚林梓潼有心啊，叫你紧给我机会弥补，我绝对。再是我林梓潼的囡仔，跟你无关系，因为你判袂起。你这药啊，若是吃了，是真正无法度反悔。你会用个好好啊考虑一下。拜托你较紧点好无啦，莫让我的查某囝艰苦遐尼久啦。阮查某囝开会无遮尼紧结束，我阁有时间。所以陈尚胜要伫个迄随身碟，内底到底啥物物件？是哪单条线？奈遮尼要紧？素文也是死，我嘛会照你的命，让你甲伊共年共月共日死。不过阮曹源要回尽心思，甚至无少找人顶替，改做地少啊！伊是惊家己的命无人收去。我有任务要交代予你。你把我变到无路通好行，阁害死我甲子彤的囡仔，你无想要还我？好，我就死，我就死！伊拢对你遐尼歹，你阁唔知死我？明明都真讲千错万错，嘛是因为暗着你这个无情无义的笨手，甲你丢掉。现在当我的弟弟，没人是心肝，心是肝的良好。